投资好的房地产需要自己供契吗？当然不用，通通由租客帮你供。月供1500，租金2400。扣除所有工期，每个月还有600块钱的 rental income。而且有专业的 property management 帮你打理，你的责任就是定定收租金。这个项目的概念就很像三威、米白利和 Pavilion 一样。全新的旅游购物景点，全马唯一 indoor 和 outdoor 的米兰式设计风格，而且它还通过旅游局认证，能够营业24小时。国际溜冰场、VR 主题乐园、主题式电影院、购物品牌多不胜数。不止如此，多家上市公司的 office tower 和著名本地大学的学院都在这里。至少有5000到8000个人在这里活动，到时候这里肯定是一个 hotspot， 这样子你的单位就很多人抢着跟你租啦。那么棒的产业，它就位于 KL 的曼萨拉，距离万五达门只有6分钟的距离。这个地区也是全马人口最密集的地方，而且附近还围绕着非常多的上市公司。那么好的项目又是旅游景点，那是不是很贵？这个项目只需要300千，你就可以拥有它。那么好的项目，可是我没有时间管理，怎么办？发展商安排专业的管理公司帮你处理你单位所有的事情，包括找租客、打广告、交钥匙、打扫等等的问题。不管你的人是在哪里，你只需要打开一个屋主专用的 app， 就能查询你的单位状况和租金收入。最后一个 bonus， 每一间单位发展商都增设78千的加深，所以你也不需要再花一大笔钱来做装修。想了解是哪一个优质的房产吗？点击一下 Lemon 获取免费的 brochure 和 details。